妈妈的妈字怎么写？一个男女的女字加一个牛马的马字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愿意为你做牛做马的女人就是你的妈妈。如果妈妈没了，你还有什么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朋友没了可以再交，感情没了可以再找，妈妈没了你还有什么？你还能去哪找像妈妈那样爱你胜过爱她自己的人？没有无情的妈妈，只有不领情的孩子。你知道妈妈最心痛最崩溃的感觉是什么吗？就是孩子总是在敷衍她，甚至无视她。当妈妈把心全都交给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却总在欺骗她。让妈妈最苦的不是药，而是拼命忍住的眼泪。妈妈最累的不是身体，而是默默操碎的心。妈妈最难的不是死，而是为了你撑下去。别跟妈妈吵架，妈妈不容易，妈妈的心酸你体会不到，妈妈受的委屈你感受不到。不要以为妈妈不懂你，其实是你不懂妈妈的心。你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管你这管你那，唠叨个没完没了吗？只因为她是你的妈妈，她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残酷，她知道外面的人心有多么复杂，她知道外面的社会立足有多难，所以她让你好好学习，所以她不让你乱交朋友，所以她阻止你做不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你要记住，只有真正爱你真正为你好的妈妈才会管你。嫌弃自己妈妈的人最无能。你如果嫌弃妈妈没本事，那你看看你自己本事又在哪里？你如果嫌弃妈妈小气，那你想想你自己究竟为妈妈花了多少钱？如果你嫌弃妈妈脾气不好，那你看看你自己对妈妈就是什么态度？妈妈生你养你不容易，你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嫌弃妈妈。做人一定要感恩母亲。语录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语录，输入语录，关注语录后进内部群。